们现在去接水，因为过两天我们就准备犁田插秧了。之前那条沟里面的水是不能用来灌溉稻田的，因为上面是矿山，然后那个矿还有那个什么什么这个水里面还有很多那种有害的物质，然后之前他们在这里种玉米啊什么的都死掉了，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用那条水，一般都是用这边的那个山泉水来浇灌这个稻田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我伯父买了水管，我们准备去上面把水接下来。就是这里了，这条大的水是用不了的，我们要接从这边山上流下来的水。那就更难出来了。两片山，山上的情况都不一样啊。这边山有矿，然后这边没有，所以说我们要从这边。那边是土豪山。这能到吗？多长了嘞？我们今天要不要来比赛插秧？要，我肯定比不过你啊！不一定，你插秧那么快，今天那边的田也给我们种了是吗？对，那边田也给我们种了。邻居家的米都是老人家在家里面。那我们，啊，万里老，可以了，我们下午要耙田了。三嫂说好后悔呀，早知道这鹅长这么快就多买几只了。哎呦，好了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水全部接进来了，然后下午就准备耙田，然后耙田之后这个田静放两天就可以插秧了，回家了。